盒跟他外卖盒长得也挺真似。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小石。今天我找到了一些非常神奇的素食食品，全程无广，可以放心食用。首先，这个是捏捏乐蛋糕包，我瞎起的名。一个是原味的马芬蛋糕，一个是可可味的马芬蛋糕，你想吃哪个马芬？原味的。哇，这里面有蛋糕杯，一袋瓜子仁，这个是油，还有一包预拌粉。袋给它打开，打一个鸡蛋。这全道理，额外放65毫升的牛奶，袋给它捏上，烤箱先预热15分钟，然后就开始捏这个，在这里边捏。捏，混合均匀了，就把它这个口打开，挤到杯里，每一个上再放点这个南瓜籽，然后就直接把它们放到烤箱，160度14分钟。2000 years。哇，你们看呐，刚才它们是那样式的，现在它们都变成这样式的了，挺蓬松的呀，挺好吃的呀，又热乎又暄乎，但是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粗粮的感觉。我买这两盒是52.8块，20多块钱，能做6个小蛋糕。买的就是一个 DIY 的过程，但是像我这种烘焙天才就不是特别的需要。下一个是茶颜悦色，我终于喝到茶颜悦色了，这次买到了它这个手摇装，我看网上说还原度还蛮高的，里面大概就是有这些东西，一袋赠送的坚果，摇摇杯，6个小奶堆，天润产的。这个盒里边一共有6杯，2个桂花弄，2个生生乌龙，2个知晓，看看里面，哎，怎么还有奶堆？糖浆，还有一个原叶冻脆茶粉，要先放冰水，然后加这个小莲蓬，摇一摇，然后放牛奶，还有糖浆，现在就可以摇了。哇，好帅呀！闻起来茶味很浓。怎么说呢，不难喝，但是也说不上惊艳，就是一个桂花味的奶茶。反正咱也没喝过茶颜悦色，也不知道和它店里的味道相差多少，我手摇出来的这个就那样。最后一个，这个是杨国福出的自热麻辣烫，这个是36.8块，我比较好奇它跟那个杨国福麻辣烫是不是一个味儿。它这个是牛腩麻辣烫，一个蔬菜包，玉米面，火锅底料，复合调料汤包，还有一个牛肉包，这个和外卖长得好像，就是一个框框都搞里头。哎，咱看看它这个调料粉里都有啥呀，冰糖、盐、牛骨提取物、牛油，这里边有麦芽糊精，但是没看见说有奶粉什么东西，之前不是破解的时候放那个牛奶吗？牛肉包，哎，牛肉不少呀。蔬菜包就是那个老几样，土豆、海带、笋、莲藕、木耳、金针菇。哇哇，哎呀，好了，其实它这个盒跟它外卖盒长得也挺神似，稍微搅拌一下，量不太对劲呢。这个味儿不错，虽然闻起来它的火锅味儿比较大，但是吃起来和普通的火锅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一点它那种浓浓奶奶汤的那个感觉。牛肉给的倒挺多，但是牛肉略咸，面条不是特别哏啾，但是菜比较好吃。这个汤是真不错，比我之前吃的那个自热火锅的味道都要好吃，跟杨国福店里那个味道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虽然味道不错，但是它这个里边菜的量丰富程度好像也不太如店里边的这个自热麻辣烫，你们觉得值不值？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如果有什么好吃的香香，记得评论告诉我，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